反正他是
公子听不见呐、啊。你说什么？方言，重写。那到底要写什么啊？我的爸爸工作很努力，可惜永远只是一毛三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写你爸跟我？那都掉血。爸爸，找到志峰了吗？写完了。哦。怎么样？人找到了没有？哎，已经托各分局的学长学弟帮忙注意了。可是。这妈妈带走儿子是没犯法的嘛，是不是？嗯。更何况这李家阿嬷也没托我找人呢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事难办呐。再说，要是万一……万一什么？万一要是带出国了，这更没辙了。真的耶。可是奇怪，什么都没带走就带走儿子，这存的什么心啊？女儿长大终究要嫁人的嘛，留个儿子在身边，老了有人可以照顾她，就算有天死了，也有人可以替她上香嘛。为什么叫我儿子可以上香？有你们死，我也要给你们上香。做功课。我是觉得啊，他是怕老小纠缠，连电话地址通通都不留，就是没心没肝的东西。宝琴呐，我看这样。以后啊，咱们俩多关照关照他们一家老小，好吧？嗯。方言，句子造完了没有？造好了。我要给爸妈上香，可惜爸妈叫我写功课。坐下。真的有用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可是上次阿威他的狗不见，他也是像这样到处乱贴。我是听说后来他的狗被那个老广鼠鼠吃掉了。哈？那志峰会不会也被吃掉啊？哎呦，志峰又不是狗。哎，不要在佩芬面前讲哦。走了啦。我还要写一千张、一万张，我都还要写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我们一定帮你。嗯。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地方。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。佩芬没有投降，传单连续写了一个月，这让李安更加相信佩芬身上的确隐藏了一股神秘的力量。虽然佩芬始终没有找回志峰，但是佩芬相信他们会相见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
你猜里面是什么口味的、啊？嗯，好像是巧克力的。阿芳，这一手，这一手，这样子，这样嘿啊，这样子。老婆，你给芊芊一个人拍一张嘛？哎，是不想拍我是不是啊？不是嘛，那个他生日，给你拍一个独照嘛。你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找我。好，妈妈教你来。来，哎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一下啊，这一手这样嘿。对，看爸爸嘿。哎呀，好。好，而且这种像背对，然后转过来这一种，嘿嘿嘿，不会没有笑，嘿嘿嘿。留着，等一下拍我了。拍你呀、啊！哎，来来，小朋友啊，来唱歌。好，来唱歌。等一下啦，佩芬好像还没有来。佩芬啊，佩芬呢？佩芬，芊芊，收到了，人就到了啦。来，夏妈妈好，对不起哦，我刚去交货，我现在才回来。没有关系啦。好了，人差不多到了，那唱生日快乐歌。啊，来唱歌了啊！等一下。嗯。啊，你们不是都有带礼物，现在可以先送啊！来，零用钱，我留了两支香水铅笔，送你一支笔。哎呀，铅笔好哎，说谢谢，说谢谢。谢谢。哎，乖。我零用钱花光了，送你一张书签。老夫子最新的，我没看过。一定要好。这个是豆干，这是我爸卤的，生日快乐。哎呀，好，这是真香。香啊、哦！佩芬，该你啦。我忘记带了，我下回去拿哦。妈妈来了。哎，佩芬，你干嘛？哎，这个全部给芊芊送你的，没去陪你去条件，你对了做嘛个？没啦，做礼物了。我做嘛个礼物啦？你看，会做手工艺哈，手就是比较巧啦。是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唱歌了啊！来。好。唱歌来，一二三，数一下。等一下，老婆，这四女娃是同一年生的吗？嘿呀，她都54年次啊。可是我妈从来都没为我妹庆祝过生日，哎，一次都没有。我没过过生日，只有哥哥过生日，妈妈才会买蛋糕。佩芬，那你呢？我爸还没过世的时候，都会唱歌帮我庆祝。这样啊，那不如今天你们四个就一起过10岁生日，好不好啊？一起过。一起过。哎呀，倩倩啊，一起过生日那才热闹嘛。对啊，一起啦哈。好来。好，来唱歌。来唱歌，来，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希望可以比妈妈赚更多的钱，让志峰早点回家。希望爸爸常回家，让妈妈高兴，这样妈妈就会对我们好一点了。希望长大可以当漂亮的电影明星，找到像秦汉那么帅的男朋友。当小孩的好处就是尽管想象而不必负责，包括怡安这个不太道德的想象。希望可以当孤儿，我再也不要大人管我了。好了，哎，你们四个来啊，吹蜡烛啊，一、二、三。这四个女孩一同结束了过去10年，也一同迈向他们想不到的未来。女为悦己者容，什么容啊？亚苏容啊！哎呦，你是他歌迷哦。对呀、啊，我很喜欢听他的。好了啦，而且我给他算过，距离那个陈先生上次回来的时间哦，已经3个月又6天了呢。
时间你记这么清楚啊？叫守望相助，给他守，给他望啊！哎，陈太太，陈太太，听说你今天回来了？有，我发现呢，每次你先生回来的时候，你都笑得特别甜哦，好像没有结过婚一样呢。什么高兴啦？啊，你的睡袋啦？你两个哦，是咱的厝边啦。哎，陈先生你好，我是隔壁的。有啊，你几高多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先进去了。什么毛病啊？那个陈太太哦，好像很怕先生，你在那惊啥会哦？而且每次进出都好神秘。对呀，面相这歹看又没有礼貌，搞不好是那黑社会的呢。伞，雨伞啊！哎呦，有小偷啊！回来干你什么事啊？走了走了，怎么会不干我事啊？你看他怪怪的，而且呢，他进进出出啊都不跟邻居打招呼，一脸凶相哎。别，这是不打招呼那又怎么样嘞？阿霞他说啊，他有可能是黑社会老大。怎么全是阿霞说的啊？当然是阿霞说的，我像是那种道人是非长短的人吗？不，还有啊，如果邻居知道说方中强隔壁也住了一个黑社会老大，而你不知道的话，哎呦，你身能考都别考了你。不是，宝琴呐，你是不是那个谈到锦旗看太多了？这搞得疑神疑鬼，好像大伙儿都有秘密似的。哎，不，我建议你啊，你多看那个《欢乐假期》，你看他多好，多开心呐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人呐，通通都会有秘密。你看我那些学生呐，表面说哎说老师好，可是私底下那狗屁倒灶的事情啊，什么喝酒、跳舞、抽烟呐，样样都来，我通通都知道。大人小孩都会有秘密。哎，不，我就没有秘密了吧？是吗？我能有什么秘密吗？那我问你，你平常跟那个向医官两个人地地道道讲那么多悄悄话，没有秘密，那你们在说什么？我跟老向就是有的时候他啊。但是我觉得呢，你们两个讲这些话一定是。王晶，先接电话，我接。哎，好。喂，是，我是方老师。我今天是处罚了李志强。哎呀，对呀。哎，老范，妈，我哥早上在门外，哎，听到你们在说饿，我就不敢进去。哎，我们家这老婆呀，在这逼供起来比专业警察还厉害。这，逼啥供啊？我们的秘密嘛。哎呦，我们的秘密，那要说吗？我说什么呀？就我那边的秘密。没说，我保证我没说。你确定？你保证？老乡呀，我用警察的荣誉跟你担保，这样行不行？好。哎，那除了那个，就没别的？别的啊？你还有别的秘密？啊，小红。我们曾经拥有善良，我们曾经拥。那除了那个，就没别的？别的啊？你还有别的秘密？啊，小红，这没别的，没别的，没秘密，没关系，你说吧，我回诊所去。哎，不是老乡，哎，老乡，这到底找我干什么呀你？不是在家吗？你怎么还跑出来？庭长，怡安，你还在骗我？等我，不准动！庭长，怎么了你？没有啊，在家就很烦了。我发现每次你爸回家，你就觉得很烦哎。哎，你看看几颗弹珠。
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告诉你。他最好不要回来了。你很讨厌你爸吗？每次他回来，只有我妈高兴。我跟玉婷都躲在房间里，一不小心看到我们，他就是妈妈骂。我们又没做错事，他就是看我们不顺眼，神经病。我讨厌他，我宁可没爸爸。那这些都是我赢的，都给你当本，一起来玩好不好？还是你比较好。废话，他们干嘛站得跟雕像一样？是你叫他们不要动啊。走啦。关于陈先生的来历猜测太多，但是都没有另外一个秘密更令五十四巷太太们好奇，那就是陈太太跟陈先生的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怎么永远还像男女朋友在约会一样呢？这对所有婚姻只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太太们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则传奇。当然五十四巷男人们都说这叫逢场作戏。我去隔壁出诊嘛，二十分钟就回来，弄得我好像去高雄回老家，是不是啊？走走走走，回来再吃，回来再吃。蛋进来了。这又干啥呀？抱抱。哎呦，老婆，抱个六啊！老夫老妻的搞这个，肉不肉嘛？来来来，走了走了。县官子，啊，你奶茶才坐哈？我常常都在想哈，你现在心里面他有没有我啦？每天这么忙，有没有在外面避一些有的没有的？我没有，我很好，很乖啊，回来再讲。早知道扶，扶得过现在这坟头火蹦了。哎，老婆。哎呀，造孽了，造孽了！哎呦！哎呀老婆，牙齿也不在，哎呦呼，哎呦，我等一下在哪？修蛋呢啊？那个我去去就来，你坐一下，你坐一下，好。来大哥，哇！等一下哈，不好意思的啊，那个病人的病情哈相当严重。来家的哈，对，看心脏遐，来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好，喘气，哦，发大力的哦，哦，敢那红胎呢吼，你在干什么？进来，换你了，来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病人的病啊相当严重，麻烦你很了。哎呀，回来了啊！哎呦，都烂掉了啊，烂掉了！哎，牙齿。啊，看牙医。哎呦，扁桃腺红彤彤啊。啊，发炎了啦。好，没事了啊。给你写一写啊，回去记得多喝水。少讲话哦。那么多休息。不要洗澡。给你配
向大夫，哎，你真有学问呢，这一首蝌蚪字写得真流利耶。我们做西医的嘛，多少要懂医文。哦，哎，我正好在学文，啊，这 DOG 啊不是狗吗？这什么狗？不是狗嘛，用在病历表上是缩写。哦，啊 ，DOG， 哦 ，D Doctor 医生，狗嘛。那么 O 呢 ？Oral。口腔检查。哦哦哦。G 是什么呢 ？G O O D。Good 什么？哎，好。好嘛，是不是？没事的，没事的啊。你去外面坐休息休息啊。好好好，谢谢。来来。老婆，递个药去。好好好。好漂亮啊。哎呀。啊，朱先生，你的药好了哈。谢谢，哎，谢谢，下次再来呢。啊，嗯，没有了，说生病再来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先生啊，你是在创啥啦？你莫是讲吼，咱是小诊所，你就安尼愈来愈贫端，字安尼愈写愈歹看，敢若当天画符啊，我来看有啦。那写的整齐有什么用啊？你还不是看不懂。不过你至少要把那个藏在里面的数字呢，一二三四五写清楚一点呐。哦，你不知道上一次我差一点把那个三十五看成八十五呢。真的？嘿啊，哎，三十五是干嘛写的啊？八十五写给我写的，差很多呢。三十五、八十五，哎呀，都是维他命，吃不死人呀。新民。啊啊，我不影不影响不影响，你赶快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病人，不要耽搁了啊。啊，真是，好邻居啊。新赏鸟，你好。赏鸟？什么鸟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我们客家人呐，哈，讲啊，新赏鸟就是先生的老婆。哦，冬瓜啦，冬瓜，冬瓜，冬瓜。什么？你暗自谁哦？谁什么呀？哈，是啊，客家话了，谢谢你啦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我，阿妈，阿妈谢谢我。我拿钱办的。哦哦哦。啊，阿妈，你哪有钱当询问哈？是啊，俩钱啦吼，嘿嘿啊，星球啊，头摆的星球啦，星球，就是佩芬的妈妈寄来的啦。哦，是，伊哦，伊个想到恁哦。哎呦，莫安样讲哦，其实啦，佮伊好人呢。什么人啊？好人呐，好人叫好人呐。哎，像嘛吼，俩得位钱啦吼，一天咱爱哥加一层嘞哈。够用一阵子的啦。对，话是这样讲没错的，但是阿婆啊，我想啊，这个小朋友们啊都要上课，是叫他们做手工啊，也不是办法嘛。而且他妈妈寄钱回来的时间啊也不一定。嗯，不如我觉得啊，应该用这笔钱啊做一点小生意，你看咋想？啊，丢丢丢，啊，做生意唔叫现金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做生意哦。哎呦，莫看到啊，啊老的老，细又细，全部就莫半片，啊做嘛个生意呢？哦，这样子的嘛。哎，啊莫哎呀，先生先生娘，哎先走哈，我看有得位事情了哈，就是梦一安之事哦，先生上来了哈，先生娘上来了。喵喵喵。哎呦，卡生意得位，卡生意得位，我跌倒。啊，乖，乖乖乖。妈。哎呀，芊芊呐，养了宝贝女儿哎。妈，我好热哦，我带我去吃冰好不好？来来，吃冰，吃冰，吃冰。哎呦，你哪安尼哈？吃什么冰啦？今麦你日头赤炎炎，你要叫我带你去大路边买刷冰哦？哎。妈，带我吃啊，不然我会中暑死掉的。哎呀，中暑了要死掉了，赶快去买冰。你哈就是这样宠女儿啦，还有你啦。哎，啊！你实在是有够巧的啦！我们曾经拥有善良，我们曾经拥有善良的日子。这名字谁起的？这是我爸阿婆起的。
为什么叫大白鲨？因为现在大白鲨很红啊，而且吃冰的时候要像大白鲨一样大口大口吃嘛。你不读书也不问我，大白鲨都是你起的，一定要什么装进冰果室，还是自产冰果室？还顶嘴你！哇，哎，周老师，好热的啦，进去里面吃冰了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跑了好多处机关，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。哦，哎，这很重要啊，您可得收好，千万别弄丢了啊。那看看看。哦，那两个人都带那个东西呀？阿婆，是这样啦。哦，你要做那个东西呀？这啥呢？就是营业证书啊，那么是做生意用的。这个店里一挂上啊。这个管区卫生所的人呢，就不会三天两头的来给你找麻烦。哎，是，哎，就好像是这个护身符一样的。哎，就是。对啦，阮先生讲吼，你一做生意一定要有这张啦，我嘛有啊，啊，不会可能讲什么医药。是啊。哎，可是我每次去诊所，从来没看过哎。有，这当然有了，那个是这个东西宝贝的很嘛，所以我给他锁在抽屉里了。就掉了麻烦，就是麻烦，当然。哎，我听，你讲到护身符啦。护身符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护身符。啊，你有做的吗？哎，招呼招呼，那个向培培买单。赶快把志峰找回来，这样我们全家就团圆了。啊，哎呀哎呀哎呀！哎，佩如啊，你要过来拜呀、啊，有拜就有保庇哦，保庇你哈，托死我就打气一秒哦。还有啊，你不考，念了，就穿太浅了。要了，哎，走马开。卖兵又有什么用？我们老师说，读书最重要，读书才有前途。哎，我讲的不一定都对。老师说的本来就是对的，只要我们好好读书，努力考上大学，以后可以找到好工作，又可以赚钱。像我们家那么穷，都是没有读书。你爱念书你就念啦，又没人挡你，你也不用管我卖兵有没有前途啦。佩芬啊，阿婆人唔讲，佮吼叶田呐，按用做生意很做的，佮迄蓝田呐，西北风一吹也过去哦，按人哦，佮白卖也会死啦。蓝田无卖白，蓝田可以卖阿婆的下个半年啦。哎呦，你这死后嘛，俺不会想哦。哎呦哎呦，阿婆哦，当会做半年啦，一定好好卖。我比较担心的是，暑假一过，只有阿婆一个人在店里。哎，莫相关莫相关，阿婆一生当会做。最好什么办法，可以一面读书，又一面做生意啊？哎呦，心肝你来，阿婆带你来去试一试呢。来，一面读书，一面做生意，
读书生意。一样六碗，嗯，李平两碗，嗯，品章三碗，嗯，圈圈一碗，才一碗，我又不知道怎么跟同学订冰，所以就自己订啊。你不会拿走给全班传阅啊？不行，传阅了，要一个一个偷偷的问，不然会被老师抓到。没关系啦。怎么还少一只啊？玉婷呢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！你怎么这么慢啊？都已经快要上课了。老师刚才叫我帮他改稿卷。张文斌，都好了，中午十二点原地集合，解散。比较不会被人家发现，我一碗一碗都画好了，你回去看就知道了。哎呦，阿婆的心肝啊，薄薄白哦，才一时的就跳出来哦，是都暗落，忙是做过车了，没做车了，没做车，黑马个黑就是哦。所以叫我们不是没买饼。好嘞好嘞，赶紧去告诉阿祖啊，阿婆啊，就我拿饼过来啦哈，好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阿婆，来来来来，做嘛个？头低一点。冲马街，要低一点。冲马街哪个？哎呦，等我，等我！哎呦，死呀，我死呀！好，赶紧上课嘞，赶紧去嘞。客人从小学吃到高中，人越来越多，冰就越吃越大碗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，哦，干嘛烟？干嘛烟？我这个冰呢，我变水了。啊！我等不到你，这一切不太意外，你的心像雪。周老师的眼睛，嗯，好在你遇到的是我，不是教官，不然吃完兜着走了。你就不会拿个纸箱装吗？人家就不知道里面装的是文具还是笔记本啊。是，你真是有反我的原则。谁让我从小就比较心疼你。好了，待会啊，午休的时候来办公室找我，我帮你复习功课。你就考得满江红，被当掉。知道了，赵老师。嗯。对了，上次订那个红豆冰啊，太甜了，还有红豆太多了。是，我会记得跟阿妈说，以后周老师的冰啊，糖水少一点，红豆少一点，冰多一点。民国六十九年，这一年，五十四校女孩子们考上了高中。属于他们的闪亮日子正要来临。
哎，来了。我帮你跟雨安留了冰了，赶快吃吧。好啊，等一下好了。你都满头大汗了，还不赶快吃哦？不是啊，我先拿的话，雨安的冰就化掉了。先冻一起啊。好感是冻哦。有福同享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？怪，那个女的又不是校队的，我老是穿的超短的短裤，长裙晃来晃去。你还不了解芊芊哦？谁不了解她？她哦，最好短裤越穿越短，招来的蜜蜂就越多。哎，我怎么看到都是苍蝇啊？苍蝇好啊，苍蝇爱吃甜的。我去卖冰喽。你还狗啊你？还狗。美女，要死啦！还不快走！好啊，李恩，可以打威廉琼斯杯了。对啊，那是因为他从小就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哎，是你从小四处碰壁，爷爷不疼，姥姥不爱吧？哼，爷爷姥姥不爱，至少比你暗恋一个马子十几年，连边都摸不着好了。你说你跟芊芊啊？说什么啊？这是两次警告，去的话一痛扁成才，都是被我妈骂死。没什么，只可怜你，方以安一个男人婆，你也抱着跟当宝贝一样。你就闭上你的臭嘴，骂是骂，我很多啊，我很大方的，我试过的每一个，都比你的方以安好个十倍。再给我讲一次方以安试试看啊！我偏要讲，方以安，方以安，方以安，方方方，方以安。你还听不懂啊？有没有当我是教官啊？怎么样？说，学长抽烟，抽烟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居然敢带烟到学校来，跟我当教官室？教官，这烟不是我的啦。哦，那这烟会长脚，自己跑到你的口袋啊？那是，啊，是他。被记住。